贫穷耻辱，不多穷；缺少信心，无大事；感受消化，不熬待；心念一转，实无难。佛陀教育无不多事，一念心教育咱发一念心呐、啊，一念心那是启发起来呢，那大富大贵大用啊，人人无损，人人无缺。这就是微妙的法，要拿咱凡夫呢，就是拢是生活的贫穷之中，不多穷，贫就是无钱啦，物资亏欠啦，哦，事事呢。有形的东西都中无，这是世俗有形上的贫穷。要若是贫穷啊，意气呢就会较乱较弱，所以就是想我要做什么代志，啊，我无钱呀、啊！我是要甲人做什么呢？我什么都亏欠，我提什么去做代志啊？所以呢，迄、那个意气啦，都会真衰沉，无想要去做，安怎样发展伊的才华？亲像安尼的人，就是不多穷呐。干那和世间的物质所欠缺，他就什么都唔敢做，也无愿意去做。这款是贫穷之乱。人古早人安尼讲，人贫呐、啊，确实呢，己不贫。人人都有一个心灵啊，咱若是有愿心啊，发一个愿心，无做未到。上烦恼的就是缺少信心，唔惊讲哦，物资无，是惊信心无。咱若缺少信心啦、啊，那就是。这个无法度去无大事，无法度发心啦、啊，无法度要去做大事吼，这都是欠缺信心。咱若用单纯的信心，人人都有心灵，哦，是吗？我那有吗？我那干那有心灵啦、啊，我。愿意将我的心灵，我都愿意安尼付出。只爱是安尼，有相信，咱也有一份的心灵。这个心灵，久久都是服从在咱的内心里呐。只要咱有心嘛，这份的能力。本领一定会当发出啦。这修行就是修在遮，有形的物质呢，亏欠是贫呐。那无形的信心呢，这是真正成就大事啊，最尊贵的啊。所以咱唔通失去了信心，也唔通呢。就
为着外面的物资啊，无的时就烦得啦，也若有的时，啊，就烦心吼，唔通有安尼的心态。所以啊，修行者那是呢，修的消法不熬待啦，干那以为讲我修行。我所要求的就是了脱生死啊！有这种了脱生死，为家己真现实而求，安尼亲像贫穷自落的人同款，干那为家己的解脱啦，这都不多穷，那这自落不多穷，家己修行吼，所以。快孝信心啦，无大事。咱那是家己呢，安尼适行的咱，干那要了脱生死呢？定安尼呢？咱都无有搁较大的信心啊，投入灵魂啊，都无想要搁无大事吼。啊，修的咱的本为人，安尼。都真可惜吼，所以感受消化不熬待啦。只要咱心念一转，实无难呐。其实呢，咱学佛行大乘法，其实是无困难。干那你的心念一转一下吼，那发大心立大愿呐。生活也是安尼过，只是咱走入灵群呢，那咱的力量去帮助伊，有力帮助伊，会亏欠的力，所以入灵群呐，度众生并无困难呢。来，咱来看正面经文吼，中者时时在世诸座。要见其主，灭之失之，即贴书者，对出将来。那证明，那就是因为迄位中者呢，已经呐看到啦吼，看到失落去的囝，啊，已经看到了，发现到了。心都真急吼，那所以人赶紧要去解对呀，确实呢，就贫穷主啦，经法未闻辟地，世人之恶，必当见杀，何用以实恕我之处？那一段文，穷主啊，都已经要离开啊！听到后壁人对伊都走搁较紧呢，啊，后壁的人对阵呢搁较急，所以啊，伊予人抓到的时，未闻辟地啦，啊，规个呢，拢总。真惊惊吓过度啦，两只脚拢软去啊，都无法度搁再向前行，所以安尼规个人拢瘫落去啦。所以世人之恶啊，必当见杀啦，何用以实恕我之处？这个人安尼把我抓到，我必定会无命啦。我还要求什么医生呢？啊，我怎会来这个所在啦？在那个所在又惊，所以烦吼，都惊叫啦，啊，脚骨走不去啦，所以呢，整个瘫落去，啊呢，未闻啊，瘫落去啦，吼，这呢，这是表示福德殊者对。求助惊吼，啊惊都会化啦。
这些表示呢，老爸啊，伫咧思念伊个囝，雄雄看到囝个身影伫外面啦、啊，迄种个欢喜呢，迄种个激动啊，惊囝过去走无去，所以表达出了呢，思念住心切啊，忽然一见呐、啊，即急告人堆吼，就是伤过急气，所以真紧嘞，叫人去甲堆，也无甲讲一个因由，讲迄个是我的啥人，所以要堆的人呢，嘛是唔知，啊，就是赶紧要去甲录转来吼，所以强助强化呐，有后面堆的人真急，所以强助贫穷的。这个囡啊，他无所措手吼，那到底呢？我是要安怎呢？这家己规个拢戆去啦，唔知要安怎吼？他人安尼搞我抓，我到底犯着什么罪呢？啊，我到底何以抓去呢？我是会变成什么款呢？所以啊，无所措手吼。所以国清万境犯吼，所以伫迄个所在啦，都一直我也无犯罪，我也无对恁安怎，我也无甲你偷摕，我也无犯恁啊，等等啦，你为什么安尼大大惊大化吼？啊，这安尼都被门劈地啦，脚都软落去。啊，就安尼昏落去咯，吼！真的。风波无错啊！在惊故不易，在表达这个囡仔呢，真惊吼、哦，所以啊，门转一地，安尼规个人拢袂喘气，啊，都脚手都拢软去，啊，都晕落去，啊，都昏去啊！啊，这呢，就是这强子呢，这无力，那么俩个人呢？也是真急吼，所以随意化言发挥啦，如龙如凤，妙意思理吼，那文大无益啦，所以未闻无知吼，退代不修啦，曲自成数。地啦，脚都软落去，这都是伫咧表示，咱凡夫啊，哪怕亲像讲，佛陀初觉的时，啊，伊的心地呢，就是以宇宙乾坤合二为一啦，迄、那个时间呢，花言海会啦，哦，天人呐、啊。诸佛菩萨啊，诸佛现前呐、啊，满满伫这个虚空法界中啊，迄种的心灵境界，迄、那个寂静啊，的境界呢，以天地宇宙合一，这种的发挥开始呢，也有真多天人呐、啊，伫迄个所在听。听无啦，亲像呢，啊，伫咧听雷共款啦，即种就如聋如盲啊，好亲像无听到，听无啦，那好亲像目睭无看到，佛感悟迄个发心的庄严，真呢。是譬如，咱
凡夫在人间，尽管佛陀呢内心的心灵境界，永远都是在华严会中，甲初觉的心境呢，拢是同款。但是凡夫啊，总是安尼都爱将小狗一直顺顺善诱，佛的心境啊，无人有法度去了解，无人有法度呢去体会到佛心本怀。虽然佛陀为众生啊，伫咧观缘施教，看根基，看因缘呐，这个机缘呢，那么也应该成熟啦。说法经过四十多年咯，那么这四十多年呢，在人间的世寿啦，嘛将近啦，这个人间的缘呐，也差不多尽了。这当阵无讲也未用的啊，所以现在呢，开启了发花会，将迄个初觉的心境啦，伫凡夫的境界呢，完全哎展露出来。所以凡夫啊，小乘啊，伊虽然是听法遐久啦，佛陀呢慢慢要甲伊接引，回归到人人本具真如本性，以天体宇宙力来合一，这呢好像还有一段距离。所以啊，虽然呐、啊，这的弟子呢，好亲像参加伫这个华严法会中，就是佛陀心灵的境界，虽然是有参加伫这个佛陀心灵法会中呐、啊。确实呢，也可是如聋如盲，也无法度真贴切了解。啊，佛陀都爱讲真多呢，那事人间事啦，爱披露真多呢，来回合你呀、啊。所以，这个事理啦，人间呢。所看到的苦难等等，佛陀所说的法如何呢？会当解开无明烦恼，那回归真如清净本性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大家人呢，加加减减听吼，那听来后、哦、我知啦，真紧就减去啦，有留心啦，这法。拢是听来就漏掉去吼，或者是呢听谬以事理，就错会意吼，无法度呢真贴切呢，安尼真透彻清楚了解，所以错会了意吼，那这叫做谬以事理吼，那亲像无听到，亲像无看到同款。所以谬以事理啦，啊，问大无益，就是问大法啦，嘛是无接受伫家己的内心里吼，这是假入存者安尼伫咧披露啦，所以未闻无知吼，啊，就是安尼未闻啦，未去人伫咧讲话嘛听无啊，拢贵个听无吼，所以。退代不休啦，安尼呢？因为听无法度通理解嘛，这种发大心的缘呢，安尼就退去啦。不如呢，家己断生死啦，所以呢，他就却住生死，但就是要安怎样？一旦了断了生死吼，所以因为安尼，这人。就是脚都软落去啊，
啊，无想要搁再向前行，我就是各家都好啊啦，都无想要搁向前行了吼。所以世人执我啊，输者这是表示输者，就是中者拜托伊去甲人找倒来，这个人叫做输者吼。只急急急吼，掠得真紧啦吼，而且牵制之强，该掠真严呐，所以非是个人工作之情，唔是呢，要招我去斗阵工作的人，是把我掠到这么严吼，我一定是有犯什么罪啦，那这都是。伊真惊，所以乃有善恶之中哦，这么凶哦，好像呢要把我抓去抬同款啦。这呢就是错谬误会哈，错谬啦，这经民讲错谬事理。那这个这么大大性法啦，伊都无法度通接受，所以是。错谬吼，感觉这个大法对我来讲是冲击足大的呢。那伊无希望安尼吼，那不动见杀。譬如讲，本无志愿呐，未有需求，却被逼受大刑，无以以死不死吼。我本来都无想要安尼受这种的大刑罚啦，我都无志愿啊，我都干那要断生死都好啊，所以无以以死不死吼，都甲你强迫我去做这个工课，我都无想要去，我都无要入灵群，你强强要叫我入灵群吼，好不如呢？我死较赢咯，我都无要做，我愿意死，我都唔愿做。那亲像安尼啦，这么坚持呢，修在修行吼，所以何用以是数我之处？既然啦，唔是我爱的，安尼强强要爱我去，那这实在是我无爱吼，这些。志以下落的人呐、啊，真正是吼、哦，这种不堪耐劳、不堪动筋骨的人吼、哦，这种死之未度，所以何用以是树我之处啦？啊，其实有灵以是以我者，树我如处何用吼、哦？这不是。真正我要求意识的所在，在这个所在，敢那会当强迫我做呢？我敢会当得到什么好处呢？所以呢，我无希望待在这个所在。那何用意识？就是在这个所在，何人逼迫啦？安尼我嘛无爱，所以然但求消法啦，何用？大心以信呢，逼我修行，我就是消化都好啊。我何必呢入灵群中去呢？我唔免大心啊来庄严我吼啊！我呢就是这个消性法都好啦，卖逼我啦啊！逼我修行，何必安尼逼我都爱修大心法呢？我都要安尼多好啊！佛陀真正无奈吼，学佛啦，咱爱家己自愿啦，何人强迫呢？
实在是真辛苦。啊，不过佛陀呢，无忍心啦，难得因缘成熟啊，唔知经过了几生世呢，才会当讲成佛啦。那是无始劫以来一直一直修行哦，以娑婆世界众生有缘，因缘成熟呢，现象在人间呐。那既然现象人间，各有缘呢，来跟随在佛的身边。那佛陀呢，当然啦，就希望这么多的弟子呢，共同啦，就是跟一个囝同款，唔忘这个囝是我唯一的囝，这每一个都是唯一的囝哦。用这种的心情，希望人人拢会当认清楚大乘法，希望人人呢发四弘誓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度众生同时爱断烦恼。那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大家人爱展开大心胸，好好接受大乘法，好好呢人群中结众生的好缘，安尼呢在人群中更会当捌，搁再较济法吼，这呢就是佛陀啊用心教育，却是咱呢拢总无法度去体会佛陀的心态，以为佛呢伫咧强迫咱，都爱非投入灵魂不可。是啊，伊期待毋是强迫，伊是期待，期待咱人人伫人群中一来呢会当造福，二来呢会当成长智慧，福慧相依啊，安尼呢？这是真正修行在人群中的断烦恼，这样才可以不为生死，可以在生死中逍遥自在，来去自如，生如是法，而来人间，人人呢都是现行的如来啊。所以我们要人人时时爱多用心啊。